为什么猎手有两种？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夜幕降临，迷你世界，奇怪的事情，伙伴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有的猎手眼睛是红色的，拿着一个火焰长矛；有的猎手眼睛是绿色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迷你大陆为什么存在着两种猎手？伙伴们，今天我告诉你们的是迷你世界最大的秘密，两个猎手的秘密。其实这两个猎手并不是同一族群的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种族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迷你世界中，拥有火焰眼睛的怪物只有一个，伙伴们，他就是硫磺射手。你们看，硫磺射手的眼睛就是两个火焰，对吧？他们是同一族人。而眼睛冒绿光的怪物，伙伴们，他的族人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他的族人就是，在迷你世界中，眼睛冒绿光的怪物也是只有一个，伙伴们，他们特别害怕水，他们就是，你知道是谁吗？